一百岁，送给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 YY4051 的小虾米。好久没给你们录神曲了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《爱你一百岁》，送给你们爱的人，爱你的人，你爱的人。每次听见你的消息，忍不住多问一句，虽然已经分开很久，还很挂念你。如果可以回到过去，如果还可以继续，我会加倍小心努力，好好的爱你。我会爱你到一百岁，不管你身边的人是谁，就算会心酸会流泪，我的爱会一直与你相随。我要爱你到一百岁，如果你身边没有人陪，我们再牵手再依偎，将往事慢慢的回味。送给你们喜欢的宝宝，大家可以帮虾米转发一下，转发一下你的微信朋友圈，霸占一下你的微信朋友圈。然后虾米家，虾米现在自己在做公会招主播，如果你们想要做主播的宝宝，可以加一下虾米手指的方向这个微信号，加微信号去咨询一下，看你们有没有想要做主播，有没有适合做主播，女孩子优先，女孩子优先。每次听见你的消息，忍不住多问一句，虽然已经分开很久，还很挂念你。如果可以回到过去，如果还可以继续，我会加倍小心努力，好好的爱你。我会爱你到一百岁，不管你身边的人是谁，就算会心酸会流泪，我的爱会一直与你相随。我要爱你到一百岁，如果你身边没有人陪，我们再牵手再依偎，将往事慢慢的回味。我会爱你到一百岁，不管你身边的人是谁，就算会心酸会流泪，我会爱你与你相随。我要爱你到一百岁，如果你身边没有人陪，我们再牵手再依偎，将往事慢慢的回味。想要做主播的加微信，虾米带你们哟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妹妹姐姐想做主播的，都可以找我。